关小姐，上次如果不是有人报信，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把它带上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我一定不会骚扰你的，而且我相信你。 小菊，你真的请贺兰大人去帮忙做了那第四个 S？ 是啊，而且贺兰先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。那关小姐呢？她也同意了吗？她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换做以前，她哭着喊着也要去呢。啊？哎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做了那第四个 S， 是不是就证明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？就这么点事儿，也能算在一起啊？这么点事儿？ 你们人类现在都已经把这种事情看得这么轻松了吗？我一直认为这种事情应该是那种两个人两情相悦才可以的。虽然说这种事儿两个感情好的人去可能会更好，但是同事啊、朋友啊也都可以一起去啊，反正还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。不认识的人也可以吗？贺兰大人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他这么轻易就做了。嗯，就像我们两个以前，行行行行，别说了。 今天皮皮给我发微信说他已经好多了呢。哎，皮皮，正说你呢。哎，你们都在啊？是啊，这两位每天风雨无阻的，不喂饱了是不会走的。嗯，怎么我哪儿有问题吗？哎，知道你们两个感情好，坐得这么近也要挤眉弄眼吗？ 关小姐，昨天晚上你真的和贺兰大人发生了第四个 S 吗？你们都知道啦，谢谢你们啊，我真的特别的开心，而且我们两个……哎，你开心就好了，细节你就不要告诉我。你为什么不让他说？你继续说，关小姐，我想听。你怎么这么多话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听，我怎么？贺兰先生。 关小姐，昨天的意外很抱歉，你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我想跟关小姐说两句话。好的，走啊，帮我忙呢。出去，出去，你也出去。贺兰先生，昨天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啊。 小事小事，没关系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周末你有空吗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一个酒会，会有很多朋友。原来你还有其他朋友啊，我还以为你只有那两位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是否可以赏光？ 没想到第四个 S 的效果这么好。是啊，贺兰大人昨天还愁眉苦脸的呢，今天这就……那当然了，这第四个 S 有时候对于女生来说可是很重要的，毕竟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啊？贺兰大人还是关小姐偶像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呀？我说这第四个 S Super Star。是什么 Super Star？他们两个昨天还玩 cosplay 啊？啊？ 这个女孩在失落的时候，如果突然能见到自己的本命，当然会被治愈了。什么治愈啊？你昨天到底让贺兰大人干嘛了？我让贺兰大人帮我弄了一张阿圭演唱会的门票。啊？不然你们以为是什么？我们还以为你说的那第四个 S 是我们所说的那个。不不不不不不不。啊，对了，我们以为你说的那个第四个 S 就是 Super Star。 Super Star， 对吧？明星嘛，明星。对。
你终于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在厨房干嘛呀？你也知道这么晚了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去见教授了。见教授是下午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我在路上碰到了一个我们华大的学长，张超，建筑系的，你也认识吧？他约我吃晚饭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跟我说一声？你可以叫我一起去啊，最起码跟我说一下吧。对不起嘛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我也想过要来接你，但是我觉得时间可能不够，所以我就直接过去了。把手机给我。干什么呀？你有没有骗我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手机没电了，对吧？对。我要现在开机，应该打不开。如果打开了，是不是证明你在撒谎？你开了看看呗。不过手机可能有余电，所以还是打得开。你看吧，我没骗你啊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可能因为之前你这样骗过皮皮吧。